是讲呢个开国功臣韩信为刘邦一统江山，独拥兵权，倾朝野。但是刘邦就怕他去谋朝篡位，所以呢就设下呢个圈套，利用吕后的美色，将韩信骗入呢个未央宫加以杀害嘅。咁为大家演绎呢一首歌嘅咧，系由梅雪卿同埋刘凤英为大家唱出嘅《血战未央宫》，有请两位。Thank you.
Yeah.
云浮步不下宫。
饭半煮公，大业不报约定公，勾结巨鹿陈希察，就地处斩不能容。矮帽炸夜卡，冲冲被困，他就是那东东。